年黄少谷曾在长边乐团担任吉他手兼主唱，也参演过不少影视作品。近年来他除了演艺工作，也积极发展副业，兼职开多元计程车，不时在社群媒体发文与网友们互动的他透露，自己年初收到通知要去领发票，因为其中一张中奖了，但工作忙碌的他一直没有抽空去领，直到被告知发票即将过期，他才赶紧前往，并惊喜发现自己中了10,000元。他坦言这是人生第一次中五位数的发票，他也表示自己最近的生活步入了正轨，非常感谢网友的支持。事上黄少谷的妻子林采薇年初才被骗了150,000元，当时他心碎发文向孩子道歉，因为那是孩子的育儿费，黄少谷也留言安慰，承诺会陪他一起面对。you